大家好，我是 Cindy， 欢迎来到新马泰美食节目。黄姜饭是马来人和印尼人在喜宴和宴会上常见的主食。黄姜饭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，今天我要教大家用电饭锅和白米煮黄姜饭。黄姜饭可以和咖喱、红辣姜鸡、三宝、仁当等菜式搭配做吃。这一次配的是红辣姜鸡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我们下次见。